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82页，第五行看起。净严素以为善求生，解释离为善，以自然往生为念自然。无量寿经一书，隋朝慧远大师的著作，他解释这个前面的经文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啊，说得好啊，确确实实是为善求生。真正学佛，真正想在佛法上有成就，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，闻佛法谈何容易，这个问题怎么样对待啊？首先要知道，这是稀有难逢的缘分，跟开经偈所说的一样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遇到了多么庆幸啊！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我们在六道轮回时间太长了，过去生中无量劫来，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一生的人生，
未必能超度。一定要听到这个啥法门，具足深信切愿，一念生念都能往生。要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，那立为善是什么？这个善不是指别的，专指信愿持名啊。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，永远脱离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！再没有比这个善更善的了，善中之善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，念老给我们解释的，其意，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，力求往生，这叫立为善。此说甚好，说得真好啊！啊，下面说自然往生，为念道之自然，这所言过浅，讲得很简单。慧疏深知，啊，慧疏里头怎么说的呢？直指称名念佛为善之根本，是乃真心呐、啊，广行众善，回向往生，也是。为善，可是总不如称名念佛。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。啊，广行众善回向得生，也是，这是属于住行。你看，正住并举。逐次分明是慧疏之常也啊，慧疏说得好。至于道之自然，则慧疏真深，啊，这里面举出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以他列直超为自然，第二以无为无作为自然，二以粗意为主。此说极好啊，盖净宗之妙，正如要解所云，从四持大理智，但当老实念取，这无为无作等等自然在其中矣。这个话我们要怎么学法？这里人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从四智就能够到达理智。四智是一心不乱，理智是理一心不乱。啊，所以只要
老老实实念下去。宗门所说的啊，禅宗里所说的无作无为，自然在其中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他的师父传戒法师不是等闲之人，啊，这个人如果不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做不出来。啊，传戒和尚见到这个20岁的年轻人，就是海贤，求他剃度出家。他一看，看出这个人是法器啊，什么叫法器？传承大法的人才，这不是一般人了啊！而且是经上常说所谓根熟众生。啊，他的长处，海贤老实，老实，听话，正干，这就是法器。师父要选学生。选什么样的人，就是要选老实听话真干啊，这样的人没有不成就的，一个一个成就，十个十个成就，一百个一百个成就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这生学佛能不能成就？啊，问问自己，是不是老实？是不是听话？是不是真干？听谁的话？听老师的话，那么现在真正有这样的人找不到老师了，到哪里去找老师？自己去除这三个条件，再看看老师不去除，这不是真善知识。真善知识，老师也去除。学生仔细看看老师啊，学佛的态度是不是一个老实听话真干，听谁的话？经典上所说的
啊，面对佛菩萨，面对着古圣先贤、祖师大德，他是不是一个听话、老实人？是不是一个真干？如果是真干的，听话真干的，学生就要跟定这个老师。什么样的苦难都不离开老师，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才能离开。没有成就，没有缘分，决定不离开老师。现在这样的老师学生难找啊，到哪里去找去？啊，表面上看老师好像不错，思想言行功夫用功好像都如理如法的修行，啊，可是在人面前是个样子，背后又是个样子。人前看不出破绽，学生跟他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久了，学生心里有数，对老师怎么样，并不是很尊敬，学生看出他要求学生是一套，自己没做到，甚至于自己做的不如法，跟经教上讲的不一样，我见到这种人啊，我不感觉到奇怪。为什么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，法若魔强啊，魔在哪里？真的有很多的魔，就像魔王波旬，当年佛陀在世，魔向佛说，佛法殊胜，我要破坏。什么时候破坏呢？等到你末法时期，我让魔子魔孙都出家来破你的佛法。这个话3000年前说的，现在我们看看兑现了。我们怎么办？84000法门，门门都能成就，我有能力把所有的法门他都障碍，让你不能成就。
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法门，净足，信愿持名，生念一念都能往生。魔障魔障，障，不但障，权力障碍，这就太可怕了。啊，魔是什么样子？外面的魔，色身香味触法，外面的，里面的魔，贪嗔痴慢疑，这就够受的了。那学佛的人，如果不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就决定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你内有这个烦恼，严重的烦恼，外面就会有诱惑，财色名利来诱惑你，你挡不住啊！小的诱惑，你刚刚出家，刚出家的心猛烈殊胜的，时间久了就随俗了，堕落了。你的障缘就多了，不但多，而且很重。啊，又把你拉回来了。你在佛门造业，佛教在你身上，在你心上变质了，变成什么教？变成魔教。将来的日子必堕卧道，卧道里面无间地狱。这也多，这也退，退得很凄惨。到时候后悔莫及。啊，很少很少堕到卧道。啊，再能够往生。在卧道，以卧道的身份往生，有没有？不能说没有，有，太稀有了。那是什么人？过去生中，确确实实，生生世世，修集真实功德。那可惜最后临终一念错了，啊，又回到人间来了。这一生凭着续世深厚的善根，堕了之后马上就惊觉到，真持忏悔心就升起来，得地藏菩萨的庇佑啊，菩萨帮助你离开地狱，你才能有善缘。能不能往生？能。这个
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。我们看到这些例子，深深感觉到佛菩萨的慈悲。啊，也认清楚了许是累劫的善根是多么重要。啊，我们做错事情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心里面清楚明白，我造我业了。啊，这个念头马上放下。信愿持名立刻提起来。帮助你消业障。到什么时候有把握完成。念念都是正念，念道之自然，念道到自然，那成熟了，不必作意，佛号也现起。啊，没有想到。二六十中佛号自然不断，这个境界保证你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。所以要解里头说得好，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老实念去，禅宗所说的无为无作，自然在其中啊。自然是熟透了，丝毫勉强都没有。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，要不要拿念珠？要不要计数？计不计数都不需要了，它不间断的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念道无为无作，自然在其中。这是什么境界？礼业心境界。啊，到礼业心，智慧就现起。啊，礼业心，像华严经上讲的，有41个等级，前身不一样啊。啊，纵然是浅的，你自己也知道，自然在其中。好好保持，不要丢失，不要退转，往生也自然在其中。我们再看注解里面的下一段。以上二俗之俗，均专就位矣。康僧开的翻译，念道之自然。
以前之文学独见为啊，五种原译本康僧铠的本子说得好，啊，但是汉译的、吴译的这两种译本，与此下还有大段经文。广书毗荼菩萨功德与刹土之自然最深。这两个本子里面，这些经文很多，很殊胜。康僧伯开的本子里面没有，汇集的时候把它补充过来，这个本子上有。所以本经才如啊，汇成这一篇。于是本品经中啊，于念道之自然下面有八见自然二字，有八次是自然，连前面九次，这很难得。所以无量寿经有汇集的必要，啊，让我们对经的意思能够更深入的体会，更深的体会，啊，更明确的解释，帮助我们呢断疑生信，好处在这里。这个好处就叫功德了。那下面把例子举出来了，譬如自然严整，自然无为，自然保守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自然所欠水，可证自然二字实具要义。自然这两个字有很重要的义理，不能不知道。那么此自然二字非外道所谓无因之自然啊，在印度除佛说佛之外，说法之外，印度宗教很多也讲自然，跟佛讲的不一样。佛讲的意思深啊，一般外道讲自然是找不到原因成为自然，啊，无因叫自然，实在上有没有无因的自然，佛法讲有因有缘有果，啊，那么佛法讲的自然，法而如是，名为自然。自是讲自信，
然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清净本然，这是佛讲自然，跟一般宗教所说的不同。佛说的意思好啊，啊，念老给我们解释，可见自然实含自性本然之意，自性之本然就是真如实相，如是念道之自然，皆持名念佛，亦皆念实相。如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，实相无二，亦无不二。是故，具体作依作证，作法作报，作自作他，乃至能说所说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赞所赞，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。这一段是弥陀经要解里的。偶耶大师说，啊，说念道之自然，就是持名念佛，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念实相。这把念佛法门提升了，提升到跟禅宗平等。禅要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净土念佛也能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禅宗我们从慧能大师那里见到了，啊，净土呢，我们有福啊，我们从海贤法师那里见到了，把偶耶大师这一句，这个说法证实了，啊，海贤老和尚确确实实其如这个境界，所以常常在老和尚身边人都说老和尚有神通，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但是他不承认。啊，他也不常常现身土，偶尔。我们在《永思记》里头看到，是偶尔，92年，这么长的时间。现多少死？记载里的真的叫稀有啊，也不过8-9次吧。92年。10年现一次，9次，大概也差不多。他老人家一生
现身头，所以看到叫偶然。你真去想一想，那是什么？啊，诸位好好去看《咏思记》，你能看出来。啊，那么说往生，我读《咏思记》，我认为他25岁就是出家5年。他念佛的功夫成片了，只要功夫成片，就能往生。一般人到这个境界，求往生的心很切。阿弥陀佛会传达信息给他，啊，告诉他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，保持莲花有他一朵，阿弥陀佛讲堂有他的座位，这个座位上都有名字，不会错的。功夫成片就有了，阿弥陀佛就来告诉你，啊，就有不少人，真的不少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不肯放弃机会，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，还有寿命不要了。啊，像盈科法师那个例子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阳寿还有10年，10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盈科法师很聪明，求阿弥陀佛，我10年寿命不要。啊，为什么不要？他的根性不善，烦恼习气很重，经不起外面诱惑，他如果还有10年寿命，那10年受外面诱惑堕落，恐怕往生的机会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就去。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跟他约定3天。好，3天好。啊，3天之后接到我是，他把疗房门打开，告诉大家，啊，他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给他约定3天之后来接到我是。庙里头没有人相信，因为他不守清规，常常犯戒破戒。不是一个老实修行人的啊，为什么他关到门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，那是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造的罪业，死了以后必定堕地狱，想到地狱苦害怕，那是一心念着就不想去堕地狱，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，他是真心祈求。
所以念佛要真诚些，要清净些，要恭敬些。你能用这三种心念佛就有效啊。啊，念佛念了多少年消息都没有，那要反省，为什么没有消息啊？你天天念佛，你就没有一句佛号里头具足真诚清净恭敬，不具足啊。不是佛没有感的，没有应的，是我们自己感那个力量太薄弱了，不足不够啊。那怎么办？加强，要学迎客法师为地狱苦，畏惧地狱太苦啊，不能去啊。那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，我们就可想而知，这个世界一切缘它统统放下了，障碍没有了，三天三夜就能把佛念来啊。念佛是感，阿弥陀佛现身为他说话是应，感应不可思议啊。无论是梦中是定中，见阿弥陀佛都是真实的，佛把信息传给你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有决策，有决断，啊，是希望立刻往生，还是希望到寿终往生？如果到寿终往生，还有多少年，自己晓得。这些年干什么？当然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为什么？提升自己往生的品位，可以这么做啊，也是聪明的选择。如果自己烦恼习气很重，怕被烦恼所误，急着求生，行，这个例子很多啊。阿弥陀佛会带我们去佛的慈悲。黄念老告诉我们，自然实实在在含自性本然之意，只有自性是本然的。啊，那么自性之本然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，教下所说的真如实相，真如自然，实相自然，本来就如此，永远不会改变。这就是自然。
在极乐世界有四土，常寂光土是自然，是自性本然啊，常寂光净土。另外三种净土都是变现的，都不是自性本然，那就是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这个三土是自性，法而自然所现。啊，他能称之为本然。这个自性本然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所以本体能生能现。啊，佛法里面称为自性，称为真如，称为实相。念道之自然，就是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，也就是念实相。那实相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这一句话是梵文音译的，阿弥弥陀佛啊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阿凡造无，弥陀凡造量，啊，佛的名号无量广，无量寿，啊，实际上这个名词含的是一切无量，无量个无量啊，用光跟寿啊全都包括了。光我们今天讲的它表空间，寿表时间，一切法都离不开时间空间啊，时空里面的一切法一句名号都念尽了，这叫念实相啊，这叫念真如啊。啊，是故具体作一作证，体常寂光。极乐世界的依报珍宝，还是自信所生所现。啊，自性里面有三土，
所生所现。啊，自性是能生能现，十报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是所生所现。能所是一，能所报二啊，这就是自然啊，乃至于做法做报。做自做他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他说什么？作义作证。我们今天说正报，一是一报，正报是我们的生命，一报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小环境是我们住的房子，大环境是我们的宇宙，我们生存的宇宙啊，宇宙之大，大而无外，你找不到边际啊！宇宙要说小，小而无内，你找不到它的痕迹。这是什么？这自性，这就是自性之自然。自然没边际，大而无外，自然小而无内。啊，那么作义作证，我们了解的是自性啊。做化身做报身呢，也是自性的。后头这句重要了，自他都是自性片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！何等的亲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相，这就是自然。所以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。这么多年来才真正体会到这一句话啊，我什么是我？一切众生是我，我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我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，都是自性，自性作义作证，做法做报，做自做他，这十二个字说明宇宙万法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这里头有没有生命？没有。有没有善恶？没有。所有一些对立都不存在，对立的是边界，是很粗重的烦恼啊！自信本来清净，哪有烦恼？慧能大师坚信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：本来清净，没烦恼。换一句话说，本来就没有起心动念，本来就没有分别执着，
耐心，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去求证的，要想什么，怎样求证？像阿难在楞严会上起处真心，佛教的轴，心在哪里？啊，没有说真心妄心，无论是真心妄心在什么地方，真心容易，实在讲妄心也不难。真心在哪里？变法界虚空界。妄心在哪里？也是变法界虚空界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是说这桩事情啊。啊，说到最后，你有没有豁然大悟？悟个什么？悟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庄子开悟了，啊，觉悟一切法，无论是哪一法，一法都不离，都在其中，从心向生，不想就没有。想就有了，那我不想，他怎么还有呢？那不是你不想，是你想，你不知道你想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微细的那个想，一个念头，啊，就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把它计算出来，一秒钟你已经想了多少次了，你想了多少回了，啊，一秒钟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，你一秒钟当中，你想了2240兆次。你承不承认？不能不承认，为什么？是弥勒菩萨，那是证得究竟果位的人，他不会说假话。可是我们起心动念，丝毫没有感觉到。啊，初念感觉到，细念没感觉到。啊，所以佛问得好，凡夫起一个念头，他知道动这个念头，佛问弥勒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？啊，还有附带有问的，有多少个妄想？有多少个杂念？有多少个分别？有多少个执着？全包括在一句话里头。弥勒菩萨给我们说明。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一弹指的时间短了，啊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
啊，三十二亿百千乘起，就是2240兆。这个微细念头，没有人能知道。啊，谁知道？化身菩萨才知道，阿罗汉不知道，辟支佛不知道，全教菩萨不知道。啊，天台别教的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都不知道。一定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像六祖慧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啊，海鲜老和尚也住这个境界，所以他是化身菩萨。禅宗里面说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自己不说啊，这个不说也是老师教他的，由此可知老师的高明啊。老师在剃头那天告诉他，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明白了，明白就是大彻大悟，不能说啊，不准说。啊，他准说，他真开悟，小悟、大悟、大彻大悟，他自己知道。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看穿。啊，一定要他同阶层的人才知道。啊，比他低的见不到。啊，比他高的才行。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读了没有怀疑，真正体现出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怎么能不爱万物？佛菩萨慈悲，佛菩萨的对象是对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我们能够知道的有概念的是极小的一部分，比我们高明的人我们不知道，不如我们的凡夫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迷得更深，不知道，不如不知道。明白这个思想，对佛所说的能接受，不怀疑，才知道啊，净宗法门的可贵啊，才会心庆自己啊，运气太好了，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中头奖了，这不是假的。
如果不把他抓到，那叫当面错过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你还想什么？你还谈着什么？真正万缘放下，对一切苦难众生，自然生起怜悯心，这就是大慈大悲，帮助他们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介绍给他，要讲清楚，要讲明白，让他真正接受，真正相信，啊，发心求生净土，啊，他生净土，是你帮忙的，啊，你生净土，走的时候要做个好榜样给人看，增长人的信心。生到死都给众生做榜样，都是在教化众生，都是在表演，在表法了。啊，所以这一句具体作义作证，作法作报作词作答，乃至能说所说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赞所赞，无非实相真应之所应也。这就是自然。说了这么多，是故会所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，佛以他力法门一朝直入为自然，并之为道中之真知。于要解之旨，自此意而知通。啊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些话随着经不可思议，无论是哪一段，你真明白了，真相信了，你的疑虑、怀疑、顾虑，统统不见了。菩提路上一帆风顺了，你成功了。啊，就在面前，看你能不能学，能不能放下。放下真的。不放下错了。放下真假，身心自在啊！啊，工作再多，生活再苦，特别是帮助苦难众生，你帮助他，他未必接受，不接受，你还是不舍他。你还是在旁边照顾他，看他什么时候回头，等待机缘，这慈悲的基础，这是真实功德。
无为、无作、意识身，不能说什么都不干了，那你完全把意识错会了，什么都干，不放在心上，叫无作无为。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，清净不是没有染污，平等是没有分别，有分别就不平等了。清净平等与自信相应。我们常常说，要用真诚心去信，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，清净心的平等心没有分别。你看现在念佛人、学佛的人，分别多重，我们常常遇到人家来问，念这句佛号，我加观音菩萨行不行？我加地藏菩萨行不行？每天诵经，诵无量寿经我再加个大悲咒好不好？这都是问题啊，都是信心不足啊。信心足了怎么样呢？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是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你就不受干扰了你看我受持无量寿经，还要加几部经，还要加几个佛菩萨名号，这就是被法污染了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，所以释迦牟尼佛高明，他老人家入般涅槃的时候，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统统否定了。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一个字，那叫谤佛，佛一个字也没说，一句也没说，这什么意思？帮助你回归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平等是真心还有种种分别、种种妄想，不清净、不平等，怎么办？看到你很可怜，为什么？人是好人，心是好心，错用了心在佛法里种善根，没错，能不能在这一生往生大有问题。这问题严重啊，这不是小事，是大事。在这里头人很多，怎么办呢？说不定我们自己也在其中我们认真反省，细心观察自己在不在其中，在其中怎么办？赶快放下。为什么？放下帮助你看破，你对于这经教体会不够深刻，你还怀疑，你不怀疑，你就不需要加经加咒，
你还需要搞这些，可见的你的疑心未断。啊，慧疏，这是日本净宗大德著作，啊，他们的无量寿经著作比中国多，中国无量寿经注解只有两种，啊，他们大概有20多种。慧疏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，又以他力法门，一朝之入他力就是净土法门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48愿愿力，阿弥陀佛无量劫所修集的功德加持我们，这他力法门呢，一朝直入，不拐弯的，直截了当，就往生净土了。往生净土，在阿弥陀佛麾下。自自然然得定开慧啊，真的无上菩提，啊，所以于要解偶遇大师所说的，说的话不一样，宗旨完全相同。啊，以信愿之名，他力大道。他力大道就是信愿之名，即得往生极乐。持名就是念实相，一朝之入妙庄严录。如是之道，法而自然。啊，什么是自然？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就是自然。啊，一切法都与自然相应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啊，随着起心去动念。一动念就不自然了，不动念眼见色看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自然，自然就是自性见的，而自性闻一部《楞严经》里面用功的方法，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完全应用的是法而自然。大乘教里头古德所说的开慧的楞严，开智慧成佛的法华，所以这两部经
在中国这个地方地区读的人多，这一段就学了四题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行道合正啊，分为三个段落。第一个，观行无懈，都是我们要学的。行是日常生活，观是智慧啊，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不能离开智慧。我们看经文，处入供养，观心行道，喜乐就喜，才蒙智慧，心不终悔，亦无懈事。这一段经文我们看注解，又问写极乐会众殊胜功德，这一句是总数啊，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功德，啊，第一句出入供养，出是离开极乐世界，入是回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供养谁呢？供养一切诸佛如来。出入供养，见汉无念矣。原文中上有具相随非行，饭杯出入供养无喜。这个下面念老给我们做注解，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，其非行设方普心供养是修复也啊。先说这一句修复，人不能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贫穷下贱，你怎么能自度度他啊？我早年见张家大师，是我跟出家人见面打交道第一次，很难的遇到这么个大德。啊，我第一句话就请向他请教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跟他学哲学。啊，跟他学智慧，我对他非常向往。佛教里头
有没有方法让我们早一点契入境界？这是我第一个问题，跟张家大师见面。张家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这样看了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才说一个有。那我们听到有，就这么等这么久了，才等到。啊，他又不说了，这有底下没有了，差不多又等了十分钟，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们对于这六个字概念模糊，似懂非懂。啊，第一天见面一个多小时，我记得说话没有超过二十句，跟大师在一起就像在禅定当中，你心不定下来，他不跟你说话，一定到你心定下来，他才跟你说。那我们半个小时浮躁的样子缓下来了，他在讲话，讲一个字，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。其实浮躁像又现前了，这就又不说了，等你再把浮躁降下，他再跟你说。啊，他说的话简单，一点麻烦都没有，你会接受，你会记住，永远不会忘记。那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到今天65年了，在65年前的事情，那看破，这他补充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。84000法门离不开这个原则。啊，原理原则永远不变。啊，你说方法有多少？84000，佛常说形容度，后面再给你补充5000法门啊，都是这个原理这个原则。啊，什么叫看破？明了事实真相叫看破，看破你才能真放下。你今天为什么对财看不破？你认为财是真的真有，你不知道是假的啊！这个东西不能没有，也不能执着，没有不能办事，执着不能往生啊，对修道是重大的障碍。财、色、名、利四个关口啊，
很难通过，通过就成就，通不过就堕落。如果造作不善，你自己知道是不善业，你不能忏悔，不能改过，来生三恶道啊。肯定的，一点不假了啊，这不是心吗？学大家都在做，都难的，没有像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们学得干干净净，真正是一尘不染啊。为什么？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他不需要带在身上啊，一切法称心如意，而是我说需要钱，他钱在手上啊，他需要黄金，黄金在手上，他还要什么？他什么都不要。极乐世界人好修行啊，啊，我们这不好修行啊，真的难事，不能事。极乐世界容易啊，这个福报，心想事成的福报，阿弥陀佛帮助他的，自己哪有这个本事啊，阿弥陀佛给他的啊，虽然阿弥陀佛给他的，实际上还是他自信里的本有，他自信里没有，阿弥陀佛怎么能给他？自信本有被蒙蔽了，被烦恼你妄念盖住了，障碍住了，出不来。阿弥陀佛有能力把这些障碍给你移动，让你透出来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跟此地讲的自然，我们明白了啊，真的是自然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出入供养，你看居想，居是聚集在一块，跟聚集的就是一个意思啊，大家在一起一同飞行，梵呗出入，离开极乐世界出，回来是入。他出去干什么？出去供养物极，啊，没有说供养祝福，说供养物极。我们往下面看，下面是念老的话，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等，有天有人啊，为什么？他有四徒，阿罗汉是方便有余徒，等等就是凡圣同居徒，换一句话说，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都有能力跟着阿罗汉，跟着菩萨一同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
去供养。福难怪人被他诱惑，你看到极乐世界还没有忘记修福啊，把修福摆在第一句，你就想想这味道啊。我们不能怪修福的人，要奖励他们，要赞叹他们啊。阿罗汉就供佛，凡圣同居土的天人也有一样的能力，这个能力阿弥陀佛加持的啊，不是阿弥陀佛加持，十方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，纵然找到了你进不去啊，进去也没人理你啊，统统是阿弥陀佛加持啊，普心供养，普是普遍啊，也就是一切供养都具足，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畏供养啊，统统具足。那么供养具里面表法啊，代表我们看塑造的立体的现象，才化的啊，我们背后这个极乐世界变相图你都看到，十方世界菩萨来供养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来参学，来听经闻法，这些统统是修福啊，观经行道是修慧。啊，观经行道没有说读经，没有说学经啊，说观经，观这个意思是明了，啊，也就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看破，是这个意思啊，看破之后你才能行道，你才能真干呢 啊这个道是什么，这个道法而如是，也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种种自然啊，所以我们的课题上观行无懈啊，采用这个观字修慧啊，佛慧双修啊，是到诸佛面前先供养礼拜恭敬赞叹啊，然后听经向佛请教，就是提问啊，佛给你解答，观经行道修慧，彼土深重，于此佛慧两种庄严，习戒习乐而愿就习，啊，于这两种庄严，佛庄严慧庄严啊，在这个里面得法喜，这些意思
我们都要留意。喜乐修福欢喜，供佛供众都欢喜，听经闻法互相交流，我们现在讲在一起研究讨论啊，交流，极乐世界菩萨跟十方诸佛世界的这些声闻菩萨在一起交流啊，欢喜喜乐啊，实在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习乐是乐。啊，不但喜悦是真明白了，而愿就习，习是什么？习就是学而时习之，学了之后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，这个重要啊！如果不能用在生活上，学了有什么用？学了离境祝福，就要懂得对一切人的恭敬，对一切物的恭敬，物里面包括着动物啊，对蚊虫蚂蚁都要恭敬，对树木花草要恭敬，喜悦完全落实在生活上，才有喜乐，才有快乐。方东梅先生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真正落实才有最高享受，没有落实，你虽然学没开窍没开悟啊，这种喜乐你得不到，叫法喜充满啊，比儒家那个高啊，儒家没这么高啊啊，而愿就喜变成永久，变成习惯啊，习惯就自然了啊，绝对没有意思的啊，我要这样做法，不是养成习惯了，自然了下面说财猛，财猛就是法藏因地品里面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之意啊，是对于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的赞叹。这些菩萨要记住，从等觉菩萨到人天下下品往生，全包括在其中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无论生的品位怎么样不要紧，通通有份，这赞叹里通通有份。换一句话说，等觉菩萨能做的，下下品往生的人也能做到，这个了不起，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，就是认为决定不可能的在极乐世界变成可能。那我们选择
入门，你选择哪一门？自自然然选择净宗信愿持名这个门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门保证我可以进去，其他的门自己想一想，不保证了，靠不住啊。这一门决定可靠，啊，决定不会落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门入进去的都是才蒙智慧，啊，意思就是慧根蒙力，才能超实，心不中回，回是退转，中回是中途退转。啊，为什么会退转？心念不坚，欲言则退。这个世界退的缘多啊，都是叫你退的，没有人帮助你前进啊！啊，你遇到缘自然就退了，明文利养退缘，人之所爱，人之所求，他求退，他不知道求进。这个进是往极乐世界进步。啊，我们如果在娑婆世界明文利养上有进步，对于求生净土就退了。这个不是好事情，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，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位。其他的是第二、第三，你才能保住永远不退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欲言则退。那极乐深重，智慧蒙力呀，断疑生信。坚固不动，如金刚山，故心不中毁，一往直前，亦无懈怠，没有懈怠的时候。啊，懈怠之因是什么呢？愿不生，愿不生起，行持无力，故时勤时懈，常自放逸，这就原因。但极乐深重，深达智理，性深愿切，故勇猛精进，无有懈怠。极乐世界为什么不退？这一段文字要多念几遍的，要常常念的。如果有这个问题的，你要说我怎么样把我这问题解决，你把这段文抄下来，写成大字，啊，贴在你房间，早晚你都能看到，早晨一起来看到他念三遍，晚上睡觉之前念三遍，看看有没有效。他治病嘛，这是药方啊，你要不这么治法，恐怕时间久了你就回不了头了，年岁老了你来不及了啊，无论什么事情，现在抓住时间就要干，要认真干，才有指望啊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